这让我意识到一个问题，就是问题本身根本就不是问题，问题问题在别的地方，所以对，我还是接着先唱。这是什么问题？唯一对是没问题。今天去了一个我认为是山里，是一个田野的一个地方去了，碰到了巴奈老师，然后说起了，提起了这首歌，没想说这是一个梦。现在要不是因为他说起来我也不会唱，因为这个没有在我想唱的歌的那个范围内。对，我唱到这首的时候，往往就脑子就会那样想。那我今天就把这个梦完整的唱一遍。
算是我第三个烦恼，这次比较重，就是俗话说入戏太深，就是我自己被自己陶醉了。就像我终于觉得我可以有能力去控制我，去自己来把控一件事儿。但是，这种没过多久，这种喜悦可能甚至是非常短的，就一闪而过。因为我越来越怀疑，北方的北方。到底是哪儿？当然，我想的不是北方，北方不是，我想的是我心里边那个疑惑到底在什么地方，或者是说我根本就没有能力去思考。一种人生意义上的江郎才尽，就是我等我想再提起笔来写的时候，是已经是两年后了，结果我发现我一个字都写不了，牢牢的被那个北方给笼罩住了，就是在那种语境下是没有办法提笔的。我被抛到了空中，既不在这儿，也不在那儿；既不在这儿，也不在那儿。所以第四个吧，算是第四个烦恼。我现在觉得它还不是烦恼。就出现了，我现在来看，就是这些歌好就好在，就是它本身并没有多好，而是它体现了我的烦恼，就是我的疑惑，它记录了我的困惑。这是我以前区别于前几个的一个区别。当然，前几个可能也是自动的记录了，但只是可能我没有那种认识而已。因为这么说来，我不知道这样意识到是好还是坏，会不会因此而紧张？从这个过程，我从北京就是渐渐的在杭州住多了起来，
由于南北的差异，我的饮食习惯也需要调整，就是在调整的过程中，土豆是一个中介，土豆它既属于南方又属于北方，它不像大米和面粉划界限那么分明，做出来的菜就是口感差异那么大。然后我就发现它的优点，就发现它不是像我以前想象的那么没用。我就觉得我应该给它平反。我还把这段话写下来了，这可能就是我拔出来的第一步。为此就写了一个歌叫《土豆》。青蛙安静更追过